好，我是小虾米，又到了大魔时间了。这一期我们来说说 Cute Cube 终于落地的卫星 MG-TR-6。 TR-6 这么梦幻的一台机体，万代大佬却没有推出任何一套套件，市面上能买到的也只有1:144的 GK 产品，实在是非常可惜。 Cute Cube 可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放出卫星，在经过长达1.5年的坎坷研发后，这款 MG 套件也终于适合玩家们见面了。TR-6 作为 UC 级别魔幻机体之一，拥有大量的外挂装备，通体模块化设计使得它成为全能王般的存在。不过部分外挂也终究只是活在设计图里，最终拥有如此多黑科技的泰坦斯还是落得战败的下场。说回模型本身，这款 TR-6 整体还原度还是非常棒的，整体高约19厘米，分色也基本还原了90%的样子，比例也颇为完美，少部分地方需要补色，但是套件里并没有提供补色贴纸，所以需要玩家自己动手了。由于 Cute Cube 是刚刚起步的新厂，所以他们出的第一款完整套件在板件和锁度上都有不少问题，板件热缩啦、飞边毛刺都非常多，并且好多地方都需要渗水伺候。不过好在零件本身问题不算太多，表面也比较漂亮，相信好好制作一番也会效果不凡。先来看看头部，分色比较简单，基本还原机设，眼睛和面部比较深邃，位置相对靠上，导致几乎看不到眼睛，和原幻灵的感觉也相差较远。虾米，我这套的红色眼眶发生了热缩，好在拼上脸部后并不是很明显，希望只是个别现象吧。此外，板件上提供了两张脸供玩家选择，一张还原设定，但是血肉模糊。另一张细节清晰，但是又不符合设定。胸部的设定非常简单，完全没有高大的影子，并且也是非常的小巧，还不及 HG 的大。不过在这里依然还原出了驾驶舱结构，感觉还是非常良心的。肩部的两个小翅膀白花花的一片，没有做出分色的设计，不过看在这么薄的份上也是情有可原。肩部的连接键也不知道是中奖了还是模具损坏，我这个砍损缩水成这么细的一根。手臂的造型结构非常独特，和传统的手臂关节完全不同，但是可动性却差不太多。这里可以看到紫色的骨架零件表面比较粗糙，完全不及外面的白色外甲，组合之后的缝隙也非常明显，并且很难处理。手型一共附属了两种，张开和握拳，但是细节都比较马虎。腰部和胯部弯曲有一个圆柄零件链接在一起，这种结构看似有很多变形机关，可是这款模型实在是和谐了太多机构，基本上完全无法还原 MA 形态。屁股部分是 MA 形态的飞机头，表面光滑圆润，没有其他的细节，两侧的小翅膀也无法收纳。裆部可以翻开隐藏式的机械臂，顶端的机械手没有多余细节，勉强能看出外形是一个夹子。腿部的结构看似非常复杂，不过也是还原不了 MA 形态的，白色外甲非常松散，建议直接上渗水，不然完全无法把玩。分色方面倒是很漂亮，各种细节都完美再现机设。小腿后面可以展开站立时的支架，可是不是特别紧，无法支撑住模型的重量。整条小腿可以向后翻着收纳，在一定程度上呢还原了 MA 形态，但是意义不明啊。最后来看看武器，复合式盾炮长度足足38厘米，站立起来和披机差不多高，非常的震撼。扁平的炮管没有任何机构，并没有还原机设中的射击形态，拆下炮管后的盾依然很大一只。后面这条长得很像皮皮虾样子的机械臂可以大范围弯曲，可以看到不少感觉可以变形的结构，但是无法辨认机设中的格斗爪。可动性上了没有太多亮点，球形关节下面有很大空间，活动范围很不错，下面还有一段关节可以让头部前后位移，肩部这里的白色片甲可以旋转，肩部关节这里有一点点的可动性，但是手臂侧的范围真的是不大好，也就这样，关节的设计还是不够完美，腿部侧抬幅度不大，也就只能让旋转不受到干预而已。
大小小不少的毛病，虾米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喷它，真的是有点小心疼啊。瓶装呢也仿佛穿越时间，回到了高高和智魂达平分国产市场的时代了。不过也是好在终于出了，终于有了 MG 级别的套件，比起小比例的 GK 产品也是更平易近人，也算是弥补了市场的需要。好在拼装完成后的成品还是非常的漂亮，板件的颜色也是比较干净清爽，如果不介意组合度问题的话，对于喜欢这款模型的玩家还是很值得入手的。厂商逐步的走出翻模，进入了一个自我研发的新阶段。比起去年的各种撞车大戏，现在更多的是在原创上下功夫，许多机型雨后春笋的出现，如果只从玩家的角度考虑，确实是一种福利吧。但不过说到底，总归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。节目的最后，欢迎大家关注新浪微博虾米大魔王，获取节目最新动态，同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交流探讨，分享我们对魔玩的爱和获得的快乐。同时也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节目的支持，大家的支持与回复一直是虾米大魔王前进的动力，虾米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节目品质。最后祝大家生活幸福常伴，开心相随，我们下周再见。